常有红茶。没有吃只能抢，没有喝热血扛，谁叫你生就了这条命，自由自在自强，自强不息横扫四方。嘿嘿，生生死死风风火火，生生死死风风火火不忘来，这世间一场红火火，喜洋洋，天际边飘浮着一抹夕阳。前没有风，后没有雨，只有眼中的柔情水汪汪。兵力哪有我，没有情哪来愁，天将我们结下了这段缘，难舍难分爱恨，爱恨难言，心心相强。哟嘿，朝朝暮暮卿卿我我，朝朝暮暮卿卿我我，诉不尽胸怀衷肠，一曲情歌绕山梁，一首悲歌震四方，一袭美人传佳音，名号挥剑斩飘狂。一曲情歌绕山梁，一首悲歌震四方，一袭美人传佳音。飘狂，努尔哈赤一代君王，君王。要是你们从来都没有节约，该有多好！为什么你们男人之间就一定要这样争斗？你问得好，男人的争斗为的是什么？为的大都是部族的存亡，为的是一统万民的事业。争斗之中，强者更强，有德有智的强者才能让天下百姓活得更富足，活得更安乐。所以男人的争斗是上天造化的神庙。东哥，你要学会去看男人心中的图画，学会读懂他们的心。难道爱也是这样吗？强者才可以得到，而弱者，这完全是两回事。强烈的爱不是爱，两情相悦才是爱。若只能得到人，却不能得到心，我努尔哈赤宁可不要。难道爱就没有争夺了吗？爱也许也要争夺，但争夺的不是人，是那颗心。若要两情相悦长久，只有长相知，不相依。过去的事，你原谅我了吗？不是我原谅，而是我求你饶恕。准备要回议和，去说服二哥，叫他永远都不要跟剑州为敌。你累了，歇歇吧。亲亲我，你给了我从没有过的快活。
本店有好酒好菜，包您满意。中原请来的厨子，南北风味，时鲜大菜。里边请，里边请，各位客官，请进来品尝了。哎，来来，快点进来品尝。何里将军来了。哎，何里将军好，何里将军好。街上情形有些不对，飞檐飞起的格外热闹，看到的还都是些生面。热闹是好事嘛，这都打败了九国联军，咱们建州是名大镇，来做买卖的人自然也多了。哎，大哥好些了吗？像是好多了。看，听说这两日他常常一个人进进出出，不会有什么蹊跷吧？何克里，你怎么变得疑神疑鬼的？不行，你跟上去看看，去，去。行走吗？都督府里到底有多少兵呢？我不知道。东哥现在的情形怎么样？他一直陪在努尔哈赤的身边。那孟古呢？听哈达奇说，因为大贝勒的事，他恨努尔哈赤，恨得咬牙切齿。真是我的好妹妹。哎，城外的人马都压住了，只等你号令。真的不能打，真的不能打呀！嫂嫂，有些要紧的情形。刚才我在外面发现今天集市有些异样，多了不少外部的客商。后来又发现东哥的侍女新雅鬼鬼祟祟跑出府去，进了一家酒肆。我溜到酒肆的后窗，看见新雅正和一个男人在说什么。男人？什么男人？我看不清面孔，只觉得身材举止有点像叶赫的阿尔贝勒金太吉。嫂嫂，我怀疑他们要暗中偷袭。现在大哥不得理事，就请嫂嫂拿个主意吧。要不要调兵围住集市，捉拿金太极？情形不明，不能马上动手。霍尔汗，你马上去屠仁城，调集那里三哨兵马，火速赶到建州。是。何鹤礼，即刻派出探兵出城，看看方圆20里内有没有叶赫的骑兵。好。吩咐额亦都关闭城门，加强防备，让费英东来守督府大门。是。初儿，去请舒尔哈齐少爷。是，夫人。
够了。这上好的参汤，你要多喝几口才会好得快。感觉好多了吧？我希望我的伤永远也好不了，你就能这么天天的陪着我。你吓死我了。昨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你和我走到一个有花有草有山有水的地方，还有一间只能住下我们两个人的小屋。如果这不是梦，可以到一个没有争斗、没有流血、没有仇恨的地方。之前有一首民歌里面唱的，东哥，你唱给我听。悬着良辰吉日，新娘的喜庆新婚，山柳扬飞的烛，金宫在天主神，今天神保佑我们夫妻。哥哥，请你呀，找我，我就去救回来。格格，新娘，到底什么事情啊？你快说啊！格格，二贝来我们赶快出府去。二贝勒。他在哪儿？就在建州城里。新娘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我把努尔哈赤老爷受伤的事告诉了二贝勒派来的人，二贝勒就连夜潜入城里，城外还有几千咱们叶赫的骑兵。他想干什么？他为大贝勒报仇，杀掉努尔哈赤，占领建州。哥哥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背着你告诉他们。我是个爱的哥哥，可以现在赶快走吧。新娘，你到底知道你自己做了什么？我饶不了你。哥哥，你现在告诉他们也来不及了，二贝勒他已经在城门口了。哥哥，哥哥。Thank you.
打开了城门。他们一共有多少人？眼下不详，恐怕不下几千。看来等屠龙的援军已经来不及了。是了，哈奇，现在我们城里有多少人马？只多不足2000了。启禀霍都督，叶赫骑兵已冲到了中间，鄂毅都将军告急。叫鄂毅都将军一定拼死顶住。这。大胜之后麻痹过甚，可谁又能想到金太极刚刚落败又能起兵？看来金太极知道大哥伤重不起，不然也就不会有这样的胆量。说得对，一定是那个东哥暗通了消息，不可乱猜。双哈七，我还没有乱猜，我亲眼看见东哥的侍女辛娅到酒池里去见金太极。这个恶毒的女人，我现在就去杀了她。我看看到的是辛娅，毕竟不是东哥，在查清之前不许莽撞。少主哈奇说的对，我们现在急命，伊俄已穿过了设防的中间，不必慌乱，去令鄂毅都将军退守都督府。这霍尔汗在，让都府上下无论男女拿起刀剑守住大门。这少主哈奇，你哥哥大伤未愈，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惊动他。嫂子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金太极别想冲进来。川儿，是夫人。要东哥一时间还不要理他。我刚从那边过来，东哥哥哥不在房里。什么？在房里？好妹妹，车已在后门了。哈达奇，待会带孟谷回叶赫。哥哥。发生了什么事儿？你不要再问了，再不走就太迟了。哈达奇，你听到我说话了没有？好妹妹，辛尼亚多嘴，把努尔哈赤老爷受伤的事情告诉了二哥。二哥现在已经带人潜入了城内，说为大哥报仇。如果他们杀进来，努尔哈赤手下的五兄弟一定会拿我们做人质。可是二哥不会因此而罢手的。我不能看着你死在他们手里，那你呢？我尽最后一分力，保住努尔哈赤，他是为我而倒下的。你不走，我当然不能离开。那我就应该离开这儿吗？孩子没出生前，我求你带我离开这儿，你不肯。现在孩子已经抱在我的怀里，我不会让刚出生的孩子就没有阿玛。努哈赤杀了大哥，这眼前的一切是他的报应。我现在已经是爱新觉罗氏的家人了，如果一定要死，我只能跟他一起死。可是孩子呢？孩子是无辜的，为了保住努尔哈赤的后代，你也该走啊。原来不是为了你的妹妹，我真傻，真的。我当初怎么会替你嫁到建州来？为了能成为他真正的妻子，我下厨、捕蚁、生孩子，我做了我一切所能做的。现在你来了。的所爱了，看看爱的有多深，深的竟然忘记了他是杀了大哥的仇人。孟姑，不是你说的这样，不是的。我爸，我爸，也为娘子。我再最后说一遍。我哪儿也不回去，是走是留，你自己决定吧。
包围都督府。这。福晋，福晋，不用找了，我看见东哥哥哥已经回到都督房里去了。回去了。嗯。在这儿守着，千万不要离开。七阿姐姐，七阿姐姐，什么事？我的侍女心里把这边的事情告诉你哥哥。不用说了，这不是你的错。是我的错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我现在该怎么办？事情还没有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，你先守在他的身边，如果他醒了，不能把任何事情告诉他。舒尔哈齐，没想到这么快又见面了。我也没有想到新当家的叶赫贝勒居然是一个鸡鸣狗盗之徒。哼，兵不厌诈，我是来为我大哥报一箭之仇。你恩将仇报，你眼看着我放了纳林，也放了你。可是插入我哥哥胸膛的箭不是你们的吗？别忘了，是你们杀到建州来。我不想和你啰嗦，先把东哥还给我。还给你？让你拿他再去和布战泰那样的人去做交易吗？这是我们兄妹之间的事儿，还轮不到你说三道四。废话少说，把东哥还给我，我立刻退兵。如果不还，怎么样？就凭你们这么几个人，可以挡住我杀进都督府吗？我要提着努尔哈赤的脑袋去祭奠我哥哥的亡灵。我杀了你！等等，其实杀了努尔哈赤对你并不是一件坏事，说不定朝廷还能让你顶了他的缺。二贝勒，就要回哥哥放了他们。休息。大嫂，他们说只想要回东哥。是，我看不会这么简单。要是要东哥，用不着大打干戈。可是不把东哥交出去，恐怕只有一战，这都府就难守啊。大不了鱼死网破。鱼死网破不要紧，大哥怎么办？福晋怎么办？还有楚英、戴善和黄太极。那你的意思就是把东哥交出去了？可东哥一走，怎么向他交代？向谁？向大哥吗？要是让叶赫攻了进来，大哥的命都没了，还向谁交代呀？霍尔哈说的对，这场危难还不就是因为那个东哥哥哥？他不来，大哥也不会自伤于此。大哥要是不倒，他金南杰还哪敢偷袭我？闭嘴！和东哥是两情相悦，你凭什么把错都推在东哥身上？哼，他要是真爱大哥，就应该替大哥着想。你这样护着他，不是为了你自己吗？在他胡说！就是要说，哎，好兄弟，大哥胡说，别打，我们要打了。兄弟，现在不是分对错的时候，如果你有什么退兵的办法，说出来大家不会不听。我们的命不要紧，可是大哥和嫂嫂绝不留半点闪失。为了爱兄救了一家，为了你哥哥，我去做这个儿。嫂嫂，嫂嫂，你真的要送东哥回去？我们和叶赫部已经水火不容，恐怕东哥回去就再也回不到大哥身边了。好兄弟，我知道你是为了他，可眼下的处境，
东哥是个冰雪聪明的姑娘，我让他自己拿个主意。嫂嫂。怎么样，新尼亚，二贝勒已经杀到府门睡吧，我的好人。可我真的想问，如果你知道我有一次把这么大的灾难带给你，你还会爱我吗？不必回答我，不必了，因为这是最不值得回答的问题。会原谅一个把箭头指向自己的女人，直到今天我才明白，我本不该待在这个世上。我给一切我所爱的人带来的只有死亡跟痛苦。是该离去的时候，我的好人。要是我不能挡住那口向你砍来的刀，就让我随你一起死。我情愿在那个漆黑的世界里永远做你的奴婢，赎回我所有的罪过。怎么哭了？是有点累，眼睛都熬红了。
不会吧？你累成这个样子，是我自愿留在你身边陪你的。去睡会儿吧，然后去看看梦谷，看看我的皇太极。 睡一睡不安稳。嗯。今天天气有点凉，帮你加床被子吧。 怎么没听到？是不是又不舒服啊？我的心突然乱得莫名其妙，好像一下子又要失去了你。 是，心里怎么这么踏实？你说的对，经过了多少风雨坎坷，好不容易才走到了今天，你怎么会离开呢？去睡吧，去。 二贝勒，时辰到了吧？三通号角后，开进府门。董哥，不要怪我，要你把府门打开吧。什么？我要去见他。 是我闯下的，我要尽我一切的力量去挽回这一切。如果他不答应，他的将士最先踏过的就是我。董哥，我可能不会再回来这里。 努尔哈赤很快就会烫死，可是我的小妹还在恨着。青雅姐姐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来帮帮我！三通号角。 我的哥哥不该是这么龌龊的男人。妹妹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这全都是为了你，为了大哥，为了叶赫呀。明鹤，等等，二哥，听我把话说完。蒙古他还在里面。如果你想要你两个妹妹死在你的面前，
你就进宫了。阿玛跟额娘的在天之灵不会饶过你，叶赫那拉的祖先也绝不容这个不顾人伦亲情的子孙，那林哥哥也绝对不会饶恕你背叛他临终前的告诫。就算你攻下了建州，杀了努尔哈赤，再也不会得到片刻的安宁。想一想，努尔哈赤跟舒尔哈齐是朝廷亲任的官员，杀了他就等于杀你自己。大明的官兵会趁机兵向辽东，你带给叶赫只会是灾难。二哥，如果你不挺过去，你就来吧，就让他们踏着我的尸体去圆你的梦。二贝勒，土伦城的兵马离这里不远了。在你的面子上，可以放过他，可是你必须马上跟我回到叶赫。那你说话要算数。青鸦，醒了。东哥还在睡吗？睡着呢，他太累了。嗯，谢谢你。谢我？谢什么？谢你能这样善待东哥。她是个好姑娘。上天把你给了我，把蒙古东哥给了我，我已经得到的太多太多了。青雅，我是个很贪心的男人吗？你为什么不看着我？啊，我在想，你说的话，你不贪心。我知道你心里最喜欢的女人是东哥，如果孟谷当时不是替他姐姐来建州，你是不会娶她的。如果当时你不到通家庄园来，我也不会。我有那么多如果，你们都是我生命中对我最情意深重的女人。青雅，嗯，再帮帮我好吗？要我帮什么？我想等我生好了，为东哥办个像样的婚礼，让他风风光光地嫁到建州。啊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好了，我想要的都有了，剩下的只有我的报答了。报答？报答老天对我的眷顾，要女真强盛，让百姓安乐，让百姓觉乐事。
我看蓝爷买不住，就这样定了。绝不要，他上能那么重，会出事的。那能不能再拖一拖？只怕是拖不了多久。他一直眼巴巴地看着呢，盼着呢。嫂嫂，就说是我放的毒吧。这不行。他知道你爱过东哥，会对你误会更深的。没关系，让他把火放在我身上，他就不会憋在心里。 这绝不行，我的好兄弟，你们兄弟之间不能再有一点点误会。他为东哥伤了心，再为你伤心，自然是火上浇油，说不定会要他的命的。我看，还是我去跟他解释吧。 敲响了鼓啊，黄龙血当空啊，拉鞭子儿抽啊起来，瞧妹妹的眼珠子眯呀，心上跳起来。